各位网友大家好啊，10月5号星期一的下午2:30，咁啊，而家就录一录 Windsor 周边的地方俾大家睇下。今日就我唔使揸车，所以咧就应该录得好啲噶啦。咁呢条路咧就系、是、去转右咧就系 Alderley Edge， 直去就去 Presbury， 转咗咧就翻去 Windsor Town Centre。咁啊，上次踩单车咧都同大家介绍过呢度噶啦，话啊曼联领队费爵爷住都系住呢头。咁啊，应该就喺好似呢间，不过我都唔敢肯定。咁啊，前边啊转咗，呢度直去嘅咧就系、是、去 Ponton。咁啊，呢条路咧就叫做 Marclesfield Road。咁啊，直去咧就系去火车站嘅。咁啊，两边都几奇丽整洁。咁啊，啲路都好阔下嘅。咁啊，行咗一段路，就左手边咧有一条路咧就系私家路嚟嘅，可以俾大家睇睇啊，就系呢条啦。嗰条路上去咧，全部咧都系啲大宅嚟嘅。呢间屋咧都起咗冇几耐嘅啫，都系大宅嚟嘅。呢啲都系。咁啊，前边过咗天桥咧就系火车站。就是火车站了。咁啊，前边转咗，咁啊呢度都差唔多系 Windsor 嘅 Town Centre 噶啦。前面有间好有名嘅 pub， 呢度咧前边咧都系啲律师行咁样。有間馬莎賣食物嘅，咁啊呢度又係市中心咁滯嘅，直去啊！啊，呢度屬於呢個 Windsor Town 嘅市中心啦，有間帕克萊銀行啦，嗱呢度咧就係正正中心啦。右手边去咧就去 Altrincham 嘅，左手边就去翻 Alderley Edge。嗱，呢间咧就系一间好大吓，普通大嘅百货公司，好少摊咧有百货公司嘅，咁 Windsor 就有一间。咁啊，呢個 Sainsbury's 啦，呢度咧有間 cafe 啊，專係俾踩單車嘅單車友聚腳嘅，叫 Cycling Cafe La Fabrica。啊，呢條路咧，啊右手邊咧。呢度右手边咧就系 Health Centre，Windsor Health Centre。咁啊，直上嘅咧又翻去 Windsor 嘅 Town Centre 噶啦。呢啲咧就系周边嘅细 shop。前面咧就轉右，就係翻去呢個 Town Centre。咁啊，依邊咧就係警察局
同埋消防局。依度咧就有一间泰国餐馆叫 Chili Banana。咁我哋转右。咁呢度咧，去咧就系安全岩嘅。咁我哋而家翻翻去 center。好啦，呢度系 center 啦。咁啊，两边有 shop 啦。咁啊，有好多食肆嘅。嗱，前边呢度右手边咧就系卖 Aston Martin。咁啊，呢度都有食肆嘅，食肆林立。前面都有很多食意大利啊、英国啊、美国啊的餐馆。大家可以看看。前面有一间很大的珠宝行，卖劳力士，卖这个匹德菲涅。咁啊，唔系咁多摊有呢啲珠宝行卖贵重首饰嘅。前边 corner 位呢一间亦都系卖表嘅。咁啊，而家翻翻嚟帕克莱银行啦。咁呢一条咧就系步行街嚟嘅，但又系有三四百米到咯，咁里边好多铺头啊、食肆啊、卖衫卖裤卖鞋啊、银行啊都喺里边。咁呢间 Rex 咧，以前系一间戏院嚟嘅。咁啊，之前咧都有戏院，都有久唔久都有戏拍上演嘅，但系而家疫情咧就冇开。咁我哋翻翻去头先嗰度啦，玛莎啦。就是这个位置，玛莎。那我们就转去左边，就走一些小路。那这间叫做 Sibo， 就是一间意大利餐馆来的。这间就很忙的，每晚都很忙的。那这里有个巴士站， Wimto 的巴士站在这里，只有一个而已，没有了。我哋左手边咧就系、国民西敏子银行 NetWest Bank， 呢条就系步行街。依间咧就系 Waitrose 啦。咁啊，即系 Wimso Town 咧就有两间大嘅超市。咁我哋咧而家差唔多咧離開 Wimslow 噶啦，咁咧呢條路直上咧就係去 Hanford 咧離 Wimslow 兩米路度啦。依度轉左手邊咧就係機場嘅，咁我哋一路直去。咁行多半米路到咧，轉右咧就係去 Summerfields。Summerfields 咧就係Wimslow 其中一個好大嘅私營屋苑。咁我上次介紹過噶啦，我第一間屋咧就喺 Summerfields 嚟嘅。